俗语话伫咧讲，捐血一地救人一命。民间汽车公司伫今日来举办着全国捐血月活动，并且是捐赠一台捐血车，予台南捐血中心来使用。正式启用以后，将会伫云林、嘉义、台南等地区来做巡回募血服务。捐血一地救人一命，台湾是捐血人数世界第一。因此，民间企业公司是伫今仔日举办全国捐血月活动，捐赠一台全新的捐血车，后台交予予台湾捐血中心使用。各位长官，请用剪，就给它剪下去。各位贵宾，掌声鼓励。和泰九号捐血这台全新的捐血车，伫正式启用以后，将会伫云林嘉义台湾地区做巡回捐血服务，每年将会募到30,000以上的血。提供予149间的医疗单位使用。民间企业公司协理刘松山表示，这台捐血车有全新的设备，并且希望大家踊跃响应来捐血。北中南各区的话，都已经有我们和泰号的这个捐血车在这里面，那为我们很多想要去捐血的人来服务。那我们也是希望说，这像这个所谓的善举或者是义举哈，能够获得更多人的一个响应，能够大家卷起你的衣袖，共同来捐血。台湾捐血中心主任洪启明表示，对第一台捐血车到现在已经有募到22,000台的血量，并且转数也已经用在别人身上，也非常感谢民间企业公司会当继续来捐赠第三台车，予台湾捐血中心。非常感激我们和泰其实能够做这样的捐赠，其实这一些呢都默默的让很多捐血来捐血之后，然后就可以用到病人的身上。伫活动的邀请员工、车主以及民众共同参与，希望会当来带动捐血风气。刘协理表示，今年7月总共举办了270场捐血活动，吸引了15,000个人，募集到500万CC 的血量，也创下捐血单位活动历年来纪录。记者肖建伟、永康区采访报道。